对，好，请慢，屁股翘高，准备好了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，靠背超可好不好？来到这边呢，这种体力这样子，所以我先看一下这个发型。刚刚摸来摸去，摸来摸去像豆奶。哎，你是不是就是那个退役两个月之后有点年久失修啊？软软的吗？软软的，就是硬不起来。结束之后你跟我到小房间，我让你看看。你会看你的 switch 吗？哦，对对，是我从头到尾。好看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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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那时候在看你的影片的时候啊，我就一直在想说他为什么都不露脸，他就是本人长得丑。那你今天看到本人？我看过他本人，那天开会的时候。那你看他的脸是会湿的吗？不会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真的有。什么叫是不会？有点假想可以吗？该打吧，该打。不要拿你那个又粗又长的棒子。对，想被打吗？想吗？喜欢吗？喜欢。好，因为你说，我必须得说，你在床上问人家喜欢吗？很挤。对，请把你的屁股翘高。好，准备好了。我靠，这个很用力。你的棒棒啊，感觉就是那种没声大一点响，然后就看不中。我还是得跟你。千万不要再做棒状物在敲击撞击事情的时候说喜欢吗？真的不行。所以我你一说喜欢吗，我就干了，干，我会就蒸发，或是可能会问什么爽吗？真的不行。我跟你讲，他会回你爽或喜欢都是假高潮。很多 A 片男生他会问你喜欢吗？对，我是很棒。A 片都会这样子，A 片，所以看你们就看 A 片学，然后你就。我遇到可能蛮多会喜欢被可能掐脖子，你会喜欢吗？我不会。或者是打屁股，一点点可以，但多少来的话不行，因为你好可怕，你控制不住你的力道。没有，我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很大力，好不好？哦，对，靠屁股的话，靠背超可怕。